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哥。今天的天气简直是非常非常的暴力啊！一会儿让大家看看啊，让你们看看我们这边的天气，沙尘暴。回来了，朋友们啊，外边的风沙实在是太大了。这么暴力的天气，一定要吃点好的，吃点肉吧。今天咱们就吃鸭肉吧，做一个家常啤酒鸭。鸭腿洗净，切成块。切好的鸭肉放入锅中，再加上葱姜料酒，焯水五分钟。我用的是鸭腿肉啊，因为我觉得鸭腿肉好吃一点。大家可以用整只鸭。焯好水后沥干水分备用啊。起锅倒油，油热倒入鸭肉先翻炒，炒至鸭肉变成焦黄色，放入八角和桂皮，再放入葱姜蒜、生抽、老抽，倒入啤酒。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一点水不加，全程只加啤酒，加一瓶就够了。放入几颗冰糖，少放一点蚝油，大火烧开，转中小火炖大概30分钟，少加一点盐啊。放入青椒，美味的家常啤酒鸭就做好了，非常好吃啊。开启热菜模式，剩菜还得我打扫啊。开饭啦，朋友们，今天做了一个家常啤酒鸭，剩菜昨天的继续打扫，这个昨天的继续打扫。大脑瓜咸菜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，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了，咱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